谁的？丹丹，来，来，来，跳，跳，来，三二一，跳，三二一，跳。啊！我的衣服。好了，我穿的是毛线裤，那个爪子一刨，线全部断掉了。好了，哎，我不敢跟他们玩了，脏死了身上，稍微一动我就激动的不行了。然后我昨天回来的时候，刚从那个车上下来，一扑扑到我怀里面，完成了白色的衣服。啊，看朋友们，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的带大的呀，从拳头这么大，现在到这么大了。然后昨天跟我婶婶我们还在说，我说这个狗啊，三不像，就感觉又是三个我们这边狗的崽，像腿型啊，然后那个毛质啊，像是火锅的，那个脸型呢是多多的，然后哎，你说火锅那个柯基对吧，毛是棕黄色，多多呢也是那种深棕色，但是它们的毛呢又是黑色的，又像下面那条土狗的。现在这个不解之谜啊，看长大一点那个毛色能不能转过来，如果能转过来，那就是火锅跟多多的崽崽。哎，我终于回来了，这一觉睡起来终于觉得还是家里面好啊，就是睡也睡得香一点，吃也吃得好一点。毫不隐瞒的跟大家说，中午吃的是土鸡。然后现在回来，这两天下雨啊，我一回来就下雨，然后过两天天晴就把那两个塘给干了，然后塘干完收拾一下，我就要回甘肃过年啦。看了一下后面两天天气都是晴的啊，朋友们想来吃鱼的就来，这次提前两天通知了啊。回来呢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跟大家说坏消息吧。就是今年沃柑可能就不上了，我前几天后台都私信大把的人，就是粉丝朋友问小北，你今年的沃柑什么时候上啊，都等不住了，想吃了，现在很多其他人的沃柑都开始发货了。跟大家很抱歉通知一下，今年沃柑可能就不上了。因为今年没有去广西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想早点回家来休息，就不去广西奋战了。像如果我自己不去广西，不亲自监督发货问题的话，就可能品质做不到很好的把控。也有很多那种广西供应链有找我说他们帮我代发，但是说实话啊，我前两年自己做沃柑的话，定的规格像75到80的果哈，大果有的时候给大家发里面就会有85的啊，甚至90的都有，就是加在一起给大家发货。还有自己选品的时候就会哎去各个地头去尝谁家的沃柑甜度更好一点，口感更好一点，色相更好一点，就是顶好的给大家挑。如果供应链发的话，因为人家有那种大型的那种选果机器嘛，就规格人家会把得很严，多少就是多少的，没有比它大的。我怕我跟供应链合作做的话，大家会跟前两年我发的果做对比，说小北你今年发的果怎么没有去年的大呀，怎么色相没有去年的好呀，所以跟老罗商量，就今年就不做了啊。这是坏消息，如果大家想吃沃柑的，看哪里有卖的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买哈。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前两天我们年货节带货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名次比较靠前，平台奖励了我们500张50块钱的优惠券，朋友们是50哦，不是5块哦，满200减50。对，但是有门槛，就是要满200减50块钱，而且只能卖你自己店铺里面的东西。对，这样的话我想了一下，应该茶油就够格，所以正好就是前段时间我有推过，帮娥姐推过茶油嘛。因为去年的时候，现在来说是前年哈，我自己有做茶油，卖得特别好，然后一天就200-300单。今年因为那个直播带货，我就没有想着去做茶油这一块儿。娥姐家里面还是自己榨了茶油，她又想着，哎，小北，那你帮我卖，你就什么都别管，还是像去年的茶油，我就帮你发货就行了。她就把她爸榨的1000多斤茶油拖到我那个广西的仓库里面，然后我边帮她卖，然后她边发货。我前年自己卖的时候是398，这么一桶5斤，
今年的话收茶子比较便宜，成本也比较便宜，然后茶用的价钱呢也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今年娥姐她自己做五斤是289，298哦，298，便宜了100块钱。然后因为我那个今年沃柑没有做嘛，广西的那个仓库也过完年就合同到期了，我也就要停掉了。娥姐的茶油也不能就是再拖回她老爸家，所以娥姐就想着就低价处理了。她说可以给成本价处理，对，成本价处理就250多是吗？258吧，248哦，248。然后正好我们前两天带货不是有500张50万优惠券嘛，但用50元优惠券就不到200块钱，只要198块钱就可以买到5斤茶油。我的天，这应该是我接触过最便宜的茶油了。所以券呢只有500张，茶油呢也只有1000斤。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就可以28号的晚上来我直播间。如果大家比较急的想要年前就收到，过年的时候炸鱼啊，做茶油鸭呀，炸就是煎鸡蛋啊，带腥味的菜用茶油就非常好。想要过年的时候就要用的，就可以提前私信我，私信我你就说要优惠券，我就私信给你，你就可以直接拍了。但是这个茶油呢，因为就是现在西瓜店铺这边管得比较严了，审核也比较严，它必须要用那种大型加工厂的生产许可证才可以上店铺。因为娥姐老爸他是自己的那种小型的作坊嘛，就那个许可证就上不了，所以朋友们着急的就可以赶紧私信小北领优惠券就可以拍了。茶油呢跟我前年自己收茶子榨的茶油品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今年第一个茶油便宜了，收茶子比较便宜，第二个不能上店铺，第三个我没有自己做，所以足足5斤装的比我前年卖便宜了200块钱，5斤只要198块钱，折合下来不到40块钱一斤的茶油，朋友们啊，先到先得啊，需要的就赶紧私信我吧。如果不急的就28号晚上来我直播间。冷不冷，龙一贝？不冷不冷啊。好，拜拜朋友们。